大家好，我是 Elsa。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エルサです。在登上飞机之前呢，我们有很多手续要在机场去做。我们要办理值机，要托运行李。那这些用日语怎么讲呢？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在机场的一些实用日语口语吧。首先，我们来看看询问值机柜台怎么讲。值机也是一个外来语 ，check in。check in 就是 check in。我们在讲酒店的影片当中也讲到过 check in。就是你办理入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 check in。那柜台呢，也是一个外来语，就是 counter， 就是英语的 counter。那请问值机柜台在哪里呢 ？check in counter はどこですか ？check in counter はどこですか？第二句，我们来看看，我们有要托运的行李。我们在托运行李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讲，这是我的托运行李。行李呢，在日语中写作汉字合物，读作荷物。荷物，这是我的托运行李。これは預ける荷物です。これは預ける荷物です。这是我的托运行李。第三句，我们来看看，除了有托运行李，有时候我们也有一些手提的行李，是不是？那我们有时候不太确定这件行李我到底能不能提到飞机上去呢？那我们可以问工作人员。この荷物を機内に持ち込むことはできますか？行李就是荷物。那飞机内，我们写作汉字机内，读作機内。機内。带入呢是一个动词，持ち込む。持ち込む。那我们把它连起来就是この荷物を機内に持ち込むことはできますか？我可以把这件行李带到飞机上去吗？第四句，我们来看看，有时候我们登机时间快到了，可是我们很着急，找不到登机口在哪里。那我们可以问工作人员或者问别人，请问登机口在哪里呀？搭乘口はどこですか？日语的登机口呢，写作搭乘口，搭乘口，读作搭乘口，搭乘口。请问登机口在哪里呢？搭乘口はどこですか？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告知登机口。那刚刚我们问搭乘口はどこですか？请问登机口在哪里呀？那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登机口在七号门，请从七号门登机。7番ゲートからご搭乗ください。七号呢，写作七番，读作ナナバン。日语的几号几号都写作数字加番，就表示几号的意思。那七号呢，就是ナナバン。大门呢，也是外来语ゲート。ゲート。ナナバンゲートからご搭乗ください。请从七号门登机。啊，接下来我们看看免税店。有时候时间还早，我们想去免税店逛逛，买点东西。但我们找不到免税店在哪里，我们要询问别人。免税店はどこですか？免税店はどこですか？请问免税店在哪里？免税店呢，也写作汉字免税店，读作免税店。免税店。免税店はどこですか？请问免税店在哪里？接下来我们看看，下了飞机之后我们要领取行李，对不对？那有时候我们找不到领取行李的地方，我们可以问工作人员。荷物の受け取りはどこですか？荷物の受け取りはどこですか？受け取り就是领取的意思，日语里呢写作汉字受取，读作受け取り。受け取り。荷物の受け取りはどこですか？请问要在哪里领取行李呢？好，最后我们来看看，有时候我们在取行李的地方等了好久，跟你同一个航班的旅客呢都带着行李走了，但你还是没有看到自己的行李出来，那你可以询问工作人员，可以告诉他说，我的行李还没有出来。私の荷物が出てきません。私の荷物が出てきません。就是告诉他，我的行李还没有出来，请他帮你想办法。好，那我们再从头复习一遍。第一句，请问值机柜台在哪里？チェックインカウンターはどこですか？チェックインカウンターはどこですか？第二句，这是我的托运行李。これは預ける荷物です。
これは預ける荷物です。第三句、请问这件行李可以带到飞机上去吗？この荷物を機内に持ち込むことはできますか？この荷物を機内に持ち込むことはできますか？第四句、请问登机口在哪里？搭乗口はどこですか？搭乗口はどこですか？第五句、请从七号门登机。7番ゲートからご搭乗ください。7番ゲートからご搭乗ください。第六句、请问免税店在哪里？免税店はどこですか？免税店はどこですか？第七句、请问在哪里领取行李呢？荷物の受け取りはどこですか？荷物の受け取りはどこですか？第八句、我的行李没有出来。私の荷物が出てきません。私の荷物が出てきません。好啦，以上就是一些在机场非常常用的日文口语了。那大家下次也可以用流利的日文去 check in 啦。好，如果您对这个影片感兴趣的话，欢迎您订阅、关注、点赞。如果您的身边有对日语感兴趣的朋友，也欢迎你把这部影片推荐给他们。如果您对这部影片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也请您在下方留言给我。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